尖叫！啊呜！它像是好比小蚂蚁，它要爬在我心底，尤其在那寂静的寂寞夜里，它就在我心。你知道我刚刚怎么上来的吗？怎么上来？被风吹上来的。哇，太美了吧！太瘦了，你瘦好多。我记得我们请的是你有想我吗？你为什么越来越帅？你越来越美，我真的吗？你怕什么啦？没有怕。你这里又没有别人，都自己人。王太太，真的，我们太久太久没有看到王太太。王太太在直播的关系，等一下，我今晚要直播有直播，治好。安娜。我们请的是张秀清，为什么来了一个张秀清？哎呦！哎，对，哎，你怎么对？为什么？我跟你的关系，我都看很久才确定你是秀清姐，还要看那么久哦？因为你太瘦了。你到底为了我们这场这个直播瘦了多少？没有多少啊，才12公斤。我都十二了，还好还好。我这辈子我就看过他减肥2次，都是结婚。嫁第二次也结婚，什么事？等，现在他都是结婚，我也才嫁2次啊，都是结婚。问题来了，现在减第3次，又要嫁第3次了，对不对？你太
过年你要这样子吗？讲好话，要讲幸福的话。那你自己讲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我这辈子再也找不到比我老公更好的了。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国赞哥，国赞哥，我知道，对不对？好，老公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安娜啦，不过今天因为是幸福的主题，那其实秀清呢有很多的这个脍炙人口的歌曲。还好啦，我红的其实也不多啦，大概30几首。怎么样？有跟你合唱的吗？跟你合唱都没有红、啊。哎、欸，很奇怪呢、欸。哎、欸，他真的是带带哎，桂林桂林桂林。对，我只有说用笔的、啊。带什么？带那么大？带仔啊！带仔带仔。哦，那就是仔就对了。我们通常是这样讲啦，带西边。带西边。啊，你干嘛喝？塞边啊！塞边塞边塞边啊！哎、欸，这是会怕毛虫呢。哎、欸、呀！哎、欸，不是，说实在话，真的，秀清姐的歌真的是在 KTV 啊、卡拉 OK 永远是点播排行榜的前几名。比如说，哎、欸，比如说她的对唱啊，旁醉啦，酸点力啦，她的独唱像秀出的心情啊，对不对？每次到海外那个华侨一听她唱，都哭得一塌糊涂。你说秀出的心情，真的。台上没哭，台下哭成一团。当你到去国外表演，那些华侨他们会特别的喜欢听故乡的歌。唱两句好了。几时阵山内片头酸，眼泪忍不住滴落眼睛，故乡的厝内。妈妈已交代，阮是思念你对阮的爱。我的天哪、啊！秀清姐的歌声就是这么有力量。让我想我妈妈。哎，真的立刻，她的那个鼻头酸，我就真的被她唱到酸到那样。而且这首歌很难唱，尤其是这副歌的地方，只有我可以胜任。要么你叫我老公示范一次，来，你别跟我讲，你不要唱这条哦。皮头声开始啊吧，几时阵啊？几时阵啊？你免先迄落吗？酝酿一下吗？几时阵煞来皮头声，目屎。我真的真的夜赛做短，赛做短做短干，你真的很难啊！为什么做奇怪？为什么一边唱观音得安呢？还要垫脚啊？真的太难唱了。我必须讲，秀清在歌坛可以这样子的屹立不摇，她的唱腔的确有很多是我们哇没有人可以取代的。这个你仅次于二姐江蕙，真的。是，她没有封，她封麦，你没有封麦，所以我们要听你多唱一下。所以我已经取代她了。是，那。没关系，都已经播出去了。不要跟二姐说，你如果遇到她，千万不要讲。而且勇敢的站出来，她不是这种人啊，她很谦虚的啊。那时候二姐封麦的新闻刚出来，我们一起在看电视，一宣布封麦，她说：“哦，我的机会来了。”总算。接下来带来什么幸福的歌曲？最近呢，我终于如愿以偿的成为辣妹了，就带这一首《辣妹驾到》，欢迎张秀清，《辣妹驾到》。你。
笑，不如赶快回家睡觉，尖叫声。